别来跟我说你到底有多梦，在我听来根本就是脆弱。握紧拳头，调整呼吸升高，与你较量的温度。就算痛苦，我也选择握紧拳头，回响到我额头。宇宙从没有谁就是选择，永不不现实，给我永远的梦境。别再跟我说你到底有多么，在我眼里根本都是脆弱。我的力量我全都已沉寂了，我想说你的追求有很多，不同的坚持注定是要哭。我的梦永远的梦，做自己的英雄。到处说你到底有多梦，在我眼里根本就是自我。我的力量我真的已经记得好像无忧。说你的追求有很多，不同的坚持注定只有我的世界。我的梦勇敢的梦，做自己的英雄。本市最近多处遭受由多重生物组合的异种兽姜魁的严重袭击，凡遭受姜魁袭击的受害者都疑似患上一种名为无神流感的病症，出现了丧失记忆、恍神、发呆之等情况。由于姜魁袭击市民的方法不明，造成人体的危害报告也尚未发布，政府呼吁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，避免到公共场所。另外，据掌握到的独家内幕称，这些姜魁怀疑与某大型集团的生物实验有关。看看这新闻，还某大集团，干嘛不指名道姓说姜魁是我们放出去的？哦，是人魁。董事长说的话听起来很馊啊。这个新闻是对我们霸王集团的污蔑和诽谤，平时给那么多广告费有什么用？养虎为患。您就直接说吧，要我怎么做？立刻停止所有广告，同时还有之前苏云天给这女人的资助。是，董事长。至于你们这些家伙，给我好自为之，不要连累我们神圣的霸王集团。哼，我知道了。给你加点料啊。来，视频信号 OK。OK 是吧？好，听一下。喂喂喂，一二三。好，声音 OK 啊。好，你过来点。过来 ，OK 吗？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南都东物流公司已于今天正式成立，为我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。我是可人。好了，今天的新闻播报就此结束，我们明天再见。OK， 结束。过了。这稿子是你写的吗？是。你知不知道这么严肃的语气会毁掉我的形象？还有，你写那么多，拜托用点心好不好？每天笨得跟猪一样。你什么时候才能跟得上我的节奏啊？我什么我？口吃你还想在新闻圈里混吗？啊？不是。不是什么？你话都说不全，一天让我看那么多次，就表示你很闲，对不对？很闲就给我好好工作。从今天开始，稿子给我准备三份，让我挑。给我呀。什么？稿子。
那辛苦你了，干茶。好。都拍下来了吗？搞定。让你不把人当人看，等着遭报应吧。嗯。兄弟，大家都是出来混的，你别管闲事啊。今天你让我一步，以后我肯定还。警察还没走远，你可别搞我。我出来混就是要搞人的。是你？哼，胆这么小能混什么？混不就得搞事儿吗？大贵人啊，一看你这酷炫装备，我就知道你是我的贵人，以后我就跟你了，你叫我到哪儿我就去哪儿。我不是贵人，但眼前倒经常有给我下跪的人。你就是我老大，我就是贵人，我跟定你了，跟定了。什么都有分高低的，出来混当然不例外，跟我来吧。好，好，我来。怎么了？人都跪了，还问那么多干嘛？老大，我做贵人就行了。你搞大了，我要退出。后悔？你当我没有空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怕警察吗？我再让你不怕警察抓呀！啊！来吧，让我见见属于我的姜魁宝贝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感觉还真是好啊。演得还真好，你现在可是姜魁，怎么会痛呢？所以你是在找死吗？这就对了，宝贝，有你的感觉真好啊。又麻烦你再帮我们打扫。哎呀没事儿，反正我也没事干。辛苦了。我的手链呢？什么手链？就是我之前一直戴着的那条，刚刚还在呢。会不会是打扫的时候不小心掉了？哎呀，会不会在桌子下面？我看看。哎，找到了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好像断了。啊，真断了，怎么办啊？从我失去记忆开始，它就一直在我手上戴着了。放心，修得好。那就拜托你了，我相信这个手链一定对我很重要，说不定还能帮我恢复记忆呢。马上帮你搞定。那谢谢你了，志凯，我先下楼了，头还有点晕呢。不好意思啊。我的手链呢？哎，哎，在这儿。特大新闻，知名主播可人被曝光了。什么什么？哇，点击已经超过1000万了，还有视频。哇，真不敢相信，这女人太夸张了。看来还是我们美军姐温柔善良。但是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好恐怖哦。
哇，想不到孙云天这么帅，身家富可敌国，创业型董事长。我要是能和他约会就好了。富可敌国，创业型。我看还没有我帅呢。约会，看来我需要多看点电视剧了。你最近看什么呢？最近在追的剧啊，女主角失忆了，记不起男主角了，可是男主还是不断的默默付出，好好看哦。这个款新车我要了。好的好的，可人小姐，我下午亲自给您送到府上去啊。这么难喝，你是新来的吗？他是新来的，不好意思啊。怎么搞的？可人小姐来了还能跟别人一样吗？拿铁无糖多奶70多，去。你们就这么对待你的 VIP 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气死了，不喝，刷卡。稍等啊。可人小姐，您这张卡好像还是不能刷啊。您看，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改天您再过来，然后我亲自把车送到您府上啊。经理还不送客啊？这咖啡，咖啡人家不想喝，这咖啡你聋了吗？送客。就这味儿很好。在干嘛呢？不要在我背后出现。哎呀，放着这么美好的生活不过，每天抱着个平板电脑，你这样不是在看别人的生活，就是在自己记录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生活最美好的地方就在体验。哎，你不觉得你这样的生活很无聊吗？有点哦。不过你干嘛吃我这里的东西啊？我才吃了一口，哎，要还给你吗？你敢啊。喂，你就是尼克吧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新官上任先点火是吧？我你也敢惹？怎么不打听打听以前苏云天的？我是苏云天的侄子尼克，现在由我来执掌霸王集团。你说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叫尼克，苏云天的侄子。苏云天已经失踪很久了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我管你谁是谁，那你说为什么要停掉我的信用卡？不就是你说了不该说的话吗？新闻真实性很重要，现实生活就不重要了吗？你不是想过好日子吗？想过就给我老老实实听话，我保证你得到的不会比以前少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尼克董事长，不比以前少是什么意思？以后我说话就乖乖听着，我保证你得到的不会比以前少。好的。有件事要你去办，你帮我去拿件东西。可是好吧，我立刻为董事长去办。为所欲为是要造反吗？竟然敢擅自改造姜魁，你这是在挑战我的底线。成人机分离的滋味吗？既然姜鬼老拿不下武器，我做实验家的能力有什么关系？失败者拖进度。我看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，敢在我眼皮底下耍小动作。我的是不是短路了？放开我，你这个罪魁祸首。想我知道 你就完了。什么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事还需要我说吗？说。
霸王集团怎么会有铠甲？我讲铠甲是未来科技，一定是你泄露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江王爷，你雷拳现伤害几人？江王，可惜这不是2069。江王说的不算。你敢？不敢。到时候把你的金丝骨脱掉，生不如死，看你还这么多废话。饶命，我一定不会下死。记住，再有下次，我就将你人机分离。拿着这个，收集感知信息网。记住，江王可是着急收集这些，不要再耍小聪明了。滚！让你这么狂，等我证实你做的事，江王一定不会饶你。人呢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，没想到只是一个女人。真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快把你的东西给我吧，我越看你越不舒服。看我不舒服？你这在说我丑吗？你胆子不小吗？不怕脸受伤吗？脸受伤？那样的话，你的老板会很生气，很生气的哦。很能说嘛，看来是个对手了。里面是电视台全体员工的通讯录，一个都不少。让你们整我，看我怎么报仇。怎么看起来有点公报私仇呢？这你管不着，我要的东西呢？这是你老板要的东西，估计是给你用的吧。好东西，你一定会爱死这玩意儿的。都说英雄爱美人，可是我更爱水果哎。你一天到晚出了事还会干什么呀？水果多健康啊，为什么不吃啊？下午还上课呢。还不动手？来不及了。这个管道也延长了。坏了。还记得这个家伙是怎么对你的吗？怎么可能忘了呢？漂亮，这才是最完美的。斗罗这么暴力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！真是太完美了。你们加油啊，去吧。
师赤面我补将，万夫莫敌之猛力，卡破魔盾升级。黄蜂赤面我补将，势不可挡之勇力，阿罗伊魔盾升级。我很强，我很强，我很强！活该，让你们惹我，我是你们能惹的吗？可人，接下来。小乔，手链给你绣好了。谢谢你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皮肉小伤。不过姜葵变种了，我跟新一啊都吃了点苦。变种了？那怎么办？我还能找回我的记忆吗？放心吧，一定可以的。敌人越变越强，很正常，我们也会变强的。你别忘了，新一可是要做助人为乐、赴汤蹈火的大英雄呢。嗯。来，我帮你吧。好，这次你可保管好了啊，这个手链会给你带来好运气，保护你。戴上这个手链，它就会给你带来好运气，保护着你的。好，志凯。从未忘记要怎么，只能站在原地翻山越岭，推荐那些生存灿烂记忆，渡江过海，自然为你寻找失去的那些秘密。但从未忘记要怎么，只能站在原地苦苦追忆，却找不到失去角落踪迹，即使狂暴一直侵蚀，一直占领失去的真理。